寿丰乡台十一丙线丰平路段，在三号的晚间八点左右，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。一名23岁的诚信机车骑士，可能是因为雨天视线不佳，没看见车道上站着一头逃逸的大黄牛，而直接高速撞上，当场就没有了呼吸心跳。肇事的机车还躺在路边，被撞烂的机车碎片散落一地。三号晚间八点多，花莲寿丰乡台十一丙线丰平路段，一辆机车疑似因为天雨视线不良，机车骑士根本没刹车，就在大马路上撞到一头从牛圈逃脱的大黄牛。由于机车骑士头部严重受创，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治。那到达现场急救约5分钟之后，立刻送往慈济医院。那患者主要伤势是在下巴粉碎性骨折，以及颜面部有其他地方有骨折的问题。很明显就是有大量出血的状况。由于花莲寿丰附近民众都是以放牧的方式养牛，只有在靠近马路的位置加装铁丝网。不过细细的铁丝网根本拦不住强壮的牛只，因此附近发生好几起汽机车暗夜撞上逃脱牛只的交通事故。警方已经要求饲主所有牛只都要挂上耳标记，以便追查。目前逃脱闯祸的大黄牛已经被饲主带离现场，远景完成笔录制作，要进一步厘清整起事故的肇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